熊玩具。一天早上，正要去执行任务的赛米路过这里，看到了一位受伤的奥特曼。这下该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来拯救他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拯救这位奥特曼吧。首先我们要拿起他的身子，然后他的头。瞧瞧，快看，我们的莫比优斯奥特曼就被我们的赛米给救好了。哇哦！早上早上，我们的福特要去吃早饭了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个受伤的奥特曼？现在我们也来帮他拯救一下吧。瞧瞧，我们的奥特曼就拼装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杰克奥特曼，我们的露西也出来玩了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个受伤的奥特曼？原来我们的露西也碰到了奥特曼呢。那我们一起来拯救他一下吧。瞧瞧，快看，这位奥特曼就被我们拼装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赛文奥特曼。我们的麦克斯也出来了，他要去找福特玩。哎，这里怎么也有一位奥特曼受伤了？那我们就一起来解救他吧。瞧瞧，我们的奥特曼就拼装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的泰罗奥特曼，实在是太酷了。这是他的战斗模式。呀呼！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迷你特工队拯救可变形玩偶玩具就玩到这里喽。喜欢我们的玩具，记得点击订阅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